想吃，我想吃的，我想吃的。妈妈，妈妈，伸伸大手。嗯，到了。这边没有水。哎，我的宝宝啊！哎呦哎呦哎呦！他干嘛刷他吧？他在干嘛玩吧？可能因为他是有在运动。伪装吧。妈妈在里面呢，你能跟着妈妈？啊，会顾小孩，真的。小孩啊，对呀，他是他的小孩。对。躺在地上的两只。嗯。躺在地上，哎，还真的嘞。没看到，我只看到。没看到。哎，你们后退一点。爸爸的。爸爸很负责任。好，爸爸抱他。你爸爸没有这样。你啊。在干嘛？看到了。开还是关？看到了。躺着。这是可爱动物。哦哦。谁让我的脚了？这是可爱动物。爸爸是可爱动物。那个。饼干。在这里，你看。他顾小孩，他在小孩玩。在这里顾小孩。妈妈看到他的脸了。是啊，那个特别，他那个都已经快接近他们家宝贝。第一时间看得出来。他那儿子在挖鼻孔。儿子在挖鼻孔。在那里挖鼻孔。叫爸爸，你可以看。儿子在挖鼻孔。他现在在看什么？妈妈，妈妈在挖鼻孔。妈妈为什么要？妈妈会背对着妈妈，好可爱。那个是什么？对啊。不知道。爸爸，奶奶。跳过来，那一只是什么？三枪吗？对对，那个是。在挖鼻孔的时候，我就哦，原来，难怪他们一起。对。他还有办法跟他们。嗯，这一只母猩猩很少看它躺着。哦，对呀。我在那边，你不看。对。哎，很新鲜。对，没什么。对，可以走起来。那一只怎么好？哎，我这边我有，嗯，他那个脸有没有摔？有水，那边有水在滴。这个是哪里有水？快转，快转，来，来看，你看。哦，你打猪的。对的。我看捡什么东西去了的。哎，你叫勇德来看看去。哎，他吃啥哟？他是那一家人呢。好 Q 哦！小 baby 星星，好久没看到小 baby 星星了。我也想看。怎么了？很热是不是？小 baby 星星。玩下来了吗？跟我一样的星星。对，跟你一样的星星。好酷，走吧。